活肌肉，撞在身后的建筑物上，险些倒在地上。但戈尔赞还不愿认输，他爬了起来，再次聚集能量，发出紫色火焰的火球射向杰克奥特曼。杰克奥特曼来不及防御，被火球击中，倒在地上。就在戈尔赞以为自己胜利的时候，杰克奥特曼换来了赛文奥特曼。赛文奥特曼使出了螺旋光线，戈尔赞被螺旋光线击中，倒在地上。戈尔赞迅速站起来，他非常愤怒，从嘴里不断吐出火球射向赛文。赛文奥特曼迅速发出火弹光幕，将火球反弹回去。戈尔赞被自己的火球击中，后退几步。接着赛文使出强力射击光线射向戈尔赞，戈尔赞使出紫色破坏光线拼命抵抗。这时杰克奥特曼也恢复了能量，杰克和赛文同时聚集能量，发出艾蒙修姆光线，两种光线交织在一起，一起射向戈尔赞，给了他致命的一击。最终戈尔赞在光线中爆炸，赛文奥特曼和杰克奥特曼成功解除了危机，保卫了地球的和平。好了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。为了阻止黑暗迪迦的邪恶计划，泰罗奥特曼与被邪恶奥特曼复活的超级杰顿作战。泰罗的泰罗神拳对超级杰顿伤害不够，反而将超级杰顿激怒了。愤怒的杰顿将能量聚集到胸口，形成一个暗红色的巨大火球，对着泰罗奥特曼发射出去。泰罗奥特曼赶紧聚集能量，发出巨型保护屏障，成功地抵御住了暗红色的能量火球。超级杰顿眼看自己的攻击无效，开始疯狂地破坏周围的建筑。这时在宇宙中的邪恶迪迦对超级杰顿发出指令，让他快速解决战斗。超级杰顿得到指令后，抬起手将能量聚集到左手上，朝着泰罗奥特曼发出超强能量波。泰罗奥特曼见状，立刻使出王冠手镯抵挡能量波的冲击。而这时一旁的超级杰顿举起右手集中能量，向着泰罗奥特曼射出紫色的波状光线。泰罗奥特曼难以抵挡超级杰顿的双重攻击，倒在了地上。泰罗奥特曼能否扭转战局，成功保卫地球呢？好了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。这天邪恶迪迦来到怪兽墓地，想要复活一些死去的怪兽。邪恶迪迦找到曾经打败的怪兽超级杰顿，他聚集邪恶的紫色能量，朝着超级杰顿发出紫色光线。超级杰顿复活了，邪恶迪迦命令超级杰顿前往地球破坏城市。杰顿接到命令前往地球，于是在一个安静的晚上，超级杰顿来到了正处于安静中的城市。当超级杰顿正准备破坏周围的建筑时，泰罗奥特曼及时赶到了。超级杰顿看见泰罗奥特曼，立马挥舞着爪子朝着泰罗奥特曼袭来。泰罗奥特曼灵活地躲开，杰顿扑了个空，愤怒地转过身来，从胸口发出暗红破坏光弹，朝着泰罗奥特曼射去。泰罗奥特曼使出泰罗屏障，杰克攻击。接着泰罗奥特曼聚集能量，使出了泰罗神拳，一道拳光狠狠地打在了杰顿的身上。超级杰顿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，依然张狂地挥舞着爪子。泰罗奥特曼能否战胜被复活的超级杰顿呢？好了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。